我们刚刚的早餐就是在这里吃的。你们有多久没有吃过这种早餐店了？好吃。来一大大电话，来一个。这是什么馅儿的？是芝麻的。这个是咸的，有点咸咸的。这一块就加来了吗？一来了以后，我带你吃什么小麦？贵宾锅。为什么月娇一直对在你手里那个？好生气啊！来杨总，媳妇你吃啥？是不是后厨两个就说一行吗？你说个蛋。你吃一个那个绿豆的，他吃绿豆的那个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等会吃大的。你稍微吃一点，因为现在是温乎的，那个口感特别棒。你尝一点那个绿豆的，我觉得绿豆的超级惊艳。那个小的，小的。我们来吃血盆羊肉，黑的那个冰峰，你要喝什么的？我上次要吃几个？两个都是优质的，你就放两个啊。来来来，来啊！阿姨少了勺，那个姐。不好意思，装嫩装习惯了是不是？啊，好香啊！你就你一扑了。我们刚刚吃的这一家水盆羊肉，就是我们住的附近随便找了一家，很好吃。看今天吃什么啊？你给宣讲一下这个羊肉的好处和水盆羊肉的特点，来来来。丹塔在我的前方。我现在往那边走，我们去大雁塔、大慈恩寺看看。又回到这个广场了，就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在这边好一个逛的吗？今天我们就去这里头看看。昨天呢，我是在我的右手边这边逛，然后呢，今天我要跑到左边这边逛一逛，我先去买个票。我拿到票了，票价是40块。这个票的话是进大慈恩寺，然后如果你要登塔大雁塔的话是额外收的。那就先进去看看吧。请您合理佩戴口罩，免票出示免票证件，依次排队入园。走着，今天我另外的两个小伙伴去兵马俑了，因为兵马俑我之前去过了，加上我的腿有点不舒服，这两天走的路还是有点多了，就想着来大慈恩寺看看，估计这个塔我也是上不去的。那我就简单的走一走，康一康，净化一下身心灵。自从膝盖不好之后，就很怕走这种台阶。一点点就还好。来到思远博物馆，拜不拜和烧不烧香，可算是一种学习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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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就是这里灯塔了，我也好想上去，但是算了吧，还是保护一下我的小膝盖吧。今年一直都在戴口罩，但是这次来西安戴口罩最开心，因为西安好冷啊。就是这一家所谓咖啡，老板娘人很甜，是个超级温柔的小姐姐。往这边走就是民宿的房间啦，我拍一拍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就外观什么的还挺漂亮的，就是这种联动的。然后这边上面还有一个塔尖尖，也不是塔尖尖吧，就是一个古建筑的这种尖尖。不过西安这种建筑很多，这个民宿我还挺喜欢的。还有楼上，但是现在我们住着稍微有一点冷，晚上睡觉在被子里倒是不冷，就是可能屋里还是有点冷，有地暖也有空调，因为我们的是个复式嘛，然后复式上面的话就很暖和，下面的部分一般般吧。这里有一个小门儿，然后晚上会上锁。这边是接待的地方，这里有公共区域，还有微波炉，冰箱可以用。可惜外面在修路，不然这里的话其实地理位置非常的好，我们这几天有的时候都是骑自行车跑来跑去。1100号不错啊，你要先跑的。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汇合了，他们点了一个水果盆。我得接杨林打糖水，没办法打，你想算你这个没有。我去买花买呗。我本来想吃油泼辣子和醪糟的，小伙伴一个油泼辣子的，而且你吃了，小伙伴说不好吃，然后我尝了一口，它就是后味越来越辣，所以我们换了啥？焦糖海盐和醪糟。哦，焦糖海盐是店里面的明星产品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尝一下我小伙伴的选择。陕十三，我们那边的陕十三是吃凉皮肉夹馍的，这边是吃冰激凌的。热力发凉，热的。你这会儿暂时啥都没有。热力，这是我的吗？你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嗯。昨天喝了小贾家的酸梅汤，今天我想尝尝花奶奶的。花奶奶他们家有一个双拼，
我就问说双拼是什么，他就说酸梅汤里面加点醪糟，那我就果断尝试一下，加了醪糟的酸梅汤。我们又回到了小贾这里，我点了一个锅贴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加香。点评一下，炒米汤是不是都烫死我了？好吃，是奇怪的味道。又点了一份醪糟，今天晚上是醪糟之夜。本身你喝的也慢，因为太好喝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又来点了一份八宝粥。也因为这两个妹子实在是太累了，就想喝点这种甜甜的好吃的。我吃羊肉串，这两位妇女正在准备买羊肉串，然后馋他们的老公。买几串现烤的新鲜羊肉，其实他们都吃不下了。这个怎么卖呀、啊？我吃一下，你吃一下。就是这个怎么卖呀、啊？15一串。就是为了气死我。